Hello， 大家好，今日香太咧想同大家分享多一个有型嘅两餸餐，好有营养啦，又好味又简单喎。今次，但系咧我就冇配饭或者意粉。如果你觉得唔够饱，你可以煮个意粉或者饭都 OK。但系今日呢个餸菜咧就可能比较配意粉适合啲，因为咧比较西式少少，同埋咧做法亦都好简单嘅啫。嗱，睇翻咧依家畫面咧就係香太 IG Instagram 嘅 QR code 啦，咁你可以掃一掃咧就可以追蹤香太啦。咁有時香太可能拍咗啲煮嘢食嘅相啊，就咁擺上去 IG 就冇拍片擺 YouTube 啦，或者有啲香太嘅生活日常啊，或者有小幫手啊，或者有其他嘢咧，如果你想八卦睇下咧，你就可以去 at 香太嘅 IG 追蹤我噶啦。同埋咧，如果有睇香太之前淘寶開箱，我咪買咗嗰啲舊式嘅月曆嘅，即係忌乜嘢啊，宜乜嘢，今日初幾嗰啲咧，我每日都會 update 上去 IG story。好啦，睇翻啦，今日香太咧就煮呢两样餸啦。第一样左手边就系白酒煮青口啦，右手边咧就系南瓜薯仔焗呢个鸡腿喎。咁呢啲咧全部都系上网买，因为咧上网买嘅嘢咧，即系资源有限啊，成日都冇货，所以我又买唔到番西。其实呢个青口如果配番西咧就一绝啦，但系就买唔到。嗱，睇一睇画面呢、這个就系腌鸡嘅调味料啦，全部咧网上面 supermarket 嗰啲上网啊或者 iHerbs 嗰啲咧都有得卖晒呢啲材料。嗰、那个油咧罗勒油系好夹啊，同啲鸡。咁咧我就首先用少少盐，我系用好少嘅调味咯。你知有睇開香太嘅朋友都知道，我唔會落嗰啲雞粉啊、味精嗰啲，盡量都嚇，盡量少啲嘅調味料，但係咧用天然嘅香草咧去令到嗰啲食物咧帶出去嘅香味咧就比較健康啲啦。因為我始終有兩個小朋友咧，飲食都要注重健康啲。咁我今次就用咗百里香同羅勒嘅嗰啲乾身嗰啲粉嗰啲，如果你有新鮮就落新鮮啦，因為我上網買咧都買唔到呢啲材料。咁呢個羅勒油咧就喺 iHerbs 買嘅我，咁愛嚟配雞咧，醃雞咧係好香好好味。呢、這個羅勒油咧，你可以加啲黑醋咧，點麵包咧都好正。咁我起碼醃佢一個鐘以上啦，啲雞。咁咧依家就醃嘅時間，我哋就處理其他需要嘅材料。呢、這個洋葱咧就係用青口煮青口需要嘅。咁我就用多啲用一個咯。如果你話唔係咁中意食洋葱，你用三分一個或者半個都 OK 嘅。咁咧個雞湯咧，一陣間有樣材料雞湯，我係已經一早煲好咗個特濃雞湯。如果你想睇點樣煮咧，你就睇翻 click 翻右上角有條巴啦，或者片尾嗰度咧都會有特濃雞湯，或者咧你揾唔到咧，你可以直情上 YouTube 嗰度揾特濃雞湯，之後香太咁就有揾到噶啦。譬如你有時可能想煮啲咩蓮子蛋茶啊，或者羊腩煲啊。或者牛辣條啊，或者煲仔飯嗰啲，之後你打煲仔飯香太，咁你又揾到香太分享嗰啲。因為我依家拍咗三年幾，已經有幾百條片咧，所以咧有時你哋可能想煮啲咩咧，其實可能啲湯水都已經百幾條，所以你哋再揾翻香太啊、湯水啊，或者打香太之後乜乜乜啊、千層蛋糕嗰啲，我都有分享。咁你千層蛋糕香太咁又揾到噶啦。咁我哋啲洋葱咧切碎佢啦，切碎咗就擺埋一邊先啦。之後咧，因為我哋將啲材料整好曬先，因為一次過咧就落擺入焗爐啦個雞腸今日。一邊擺入焗爐焗嘅時候，我哋一邊煮個青口咧，就同一時間可以出兩味餸啦。咁一個南瓜咧，這個南瓜太大，所以我分開兩次啊。半咧我就留翻第二日我嚟煲汤南瓜汤，另一半咧就我嚟焗，刮晒啲籽去啦，同埋抹翻干净洗干净。咁我哋就切厚身咁样一条条咁样摆入焗炉，嗰度落啲盐同落啲油焗佢咧，已经好好味噶啦。如果大家有聽到逢星期一咧，香太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同李麗瑞一起主持嗰個環節咧，熟女關注組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咧，就分享咗點樣增強抵抗力。所以咧，我哋咧即係每一日咧都要吸收唔同嘅蔬菜啊，南瓜同薯仔都營養好高嘅喎。咁雞咧有蛋白質啦，同埋青口鐵質又高啦，所以咧每一餐咧都要諗多啲有啲蔬菜同埋肉類咧，或者海鮮俾小朋友啊、大人食都好。南瓜咧有丰富嘅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C 同埋 E， 仲有锌啦，咁咧佢可以增强我哋嘅免疫力啦，咁咧对眼睛都好好喎。
咁咧，我哋嗱睇翻畫面，我就落咗少少油喺個石子上面，之後擺曬啲南瓜同埋薯仔啦。南瓜、薯仔個索乾曬啲水啊，最緊要唔好水溜溜。之後落少少鹽啦，之後再落翻少少油落去咧，之後焗佢咧就好香好好味，唔需要其他調味料噶啦，已經落少少鹽同油就已經 OK 噶啦。咁呢個雞腿咧，我哋食唔曬，我頭先醃咗好多，另外嗰啲咧我就留翻第二日焗完之後搣去搣。搣咗啲雞肉，我嚟整沙律。咁咧就我哋250度咧焗佢20分鐘。每個爐温咧都唔同嘅，你自己睇翻你自己個爐温啦。因為如果你250度焗20分鐘，你可能啲蔬菜咧會燶嘅，就係你自己睇翻個爐啦，可能較低少少會好啲。嗱，焗緊嘅時候，我哋就預備嗰個白酒煮青口啦。咁首先落少少油啦，大火爆香啲洋葱，炒到佢淺啡色啊！記得，如果你想好味咧，就要炒到淺啡色。如果之前有看到香太捐血的那片呢，都有介绍过青口是铁质是很高的，很高很高铁质的。所以如果你想补血或者你有缺铁性贫血呢，就吃些青口好一点。画面看到这个就是意大利杂香草，意大利杂香草很百搭的，所以你一定要买一盎摆在家。刚才我们落少少油炒香了这个洋葱之后呢，就倒了少少白酒下去，之后落少少杂香草，意大利杂香草之后，现在加上那个鸡汤，之前香太已经一早煲了一些特浓鸡汤，成日摆在冰箱那里备用，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那这个青口我都是上网买的，急冻的，但是你不需要解冻，直接摆下去，你千万不要落盐住这个时候，因为你的青口可能有些盐水呢，你不要洗它，你放下去一起煮，煮完之后我们盖盖转小火，焗它两三分钟左右。焗它两三分钟之后，你就要试一试味，你试一下个汤汁，焗青口的汤汁够不够味，不够味你先加盐，如果不是就会很咸的了。我试了味是不是很够咸的，所以我一会加一点盐下去。因为如果唔系你又加咗盐，一早落咗盐，咸得就要落翻水咧，咁就冇咁好味，个鸡汤就会稀咗，冇咁浓好味。譬如你话，我自己唔熬特浓鸡汤，你咪买纸包嗰啲鸡汤咯。嗱，呢个煮完青口之后咧，我哋呢个嘅鸡腿啊、南瓜同薯仔已经焗好咗啦，好靓啦，系咪好简单？全部怼晒落去焗炉已经系。之后咧就夹啲青口啊，又有汤饮。青口汤咁啊，白酒煮青口汤，如果有芫茜摆埋芫茜落去就 perfect 啦。但系咧就买唔到芫茜啦，上网新鲜芫茜咧上网买唔到，因为我依家冇，仲未出去街市啊。因为咧之前咧有个观众留言话，喂，我见到你去咗买嗰、那个沙虫干，但系嗰个系其实成个月之前买落嘅片嚟，大家唔好误会。嗱，咁快煮好咗呢两个有型简单嘅两餸啦。又有蔬菜，又有肉，又有海鲜，是不是又简单又有营养呢？因为疫情呢，大家在家煮完又洗，洗完又煮，煮完又洗，煮完早餐呢，洗完碗就到午餐，午餐之后要整下午茶给小朋友，之后又晚餐，之后又宵夜，所以呢希望呢香太都尽量有时间都会拍啲片给大家，有啲 idea 去煮啲乜嘢啊，疫情之下。咁仲有呢，你哋记得聽翻咧，我擺咗上網嘅 YouTube 嗰度咧，我擺咗啲熟女關注組重温電台嗰啲重温剪輯咗，剪曬嗰啲歌啊，剪曬嗰啲新聞嗰啲咧，就係我同李麗蕊嗰啲對答啊，同埋好多分享點樣預防脫髮啊，預防白頭髮啊，或者增強免疫力啦嗰啲啦，所以咧嚟聽下咧都可以從笑聲中、空氣裡面聽到長知識嘅。知識，因為我找了一些資料，其實那十多分鐘我是找資料找了很久，所以你來 聽十多分鐘 去省回很多時間找資料就得獲益良多，所以記得聽了。還有呢，如果未追蹤香太的 IG 記得即刻去追蹤啦，如果未訂閱香太 YouTube 免費頻道又要即刻訂閱了，因為香太有很多很多片之前拍落了，你們可以看回啦，這幾年裡面精心為你們炮製的片啦。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繼續努力抵抗這個病菌，增強大家的抵抗力。 OK，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